If I say the name Melo, who am I talking about? Which NBA player? Melo Ball. 让人唏嘘，记者向美国年轻人采访谁是甜瓜，75%的青少年回答是三球。老一代球星最悲惨的一点就是随着年龄偏大逐渐淡出联盟后被球迷忘记，但是有些球星凭借响亮的绰号提到他们还是能够被日后的球迷想起，比如魔术师约翰逊、大鸟伯德、滑翔机德雷克斯勒。或许你们没有看过他们打球，但是由于绰号比较好记，因此不少球迷直到现在也还记得他们。不过安东尼去惨了，本赛季无球可打的他已经处于半退役的状态，如今却连绰号都被抢走了。今日美国记者做了一项采访，问题是谁才是真正的 Melo 甜瓜。采访的对象都是一些美国当地的青少年，而他们的回答则让人唏嘘不已。接受采访的12名小球迷中，有9位回答 Melo 是如今黄蜂队的三球拉梅洛，而不是卡梅隆安东尼。甚至一位采访的小女孩表示，谁是卡梅隆安东尼？ Carmelo Anthony is? No idea. You know who Carmelo Anthony is? No. 不得不说，看到这个答案，估计安东尼心里是失望的。也就半个赛季没打球，自己在青少年球迷朋友一代已经完全没有了形象。那么大家认为安东尼是 NBA 最悲惨的巨星吗？